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我又来了，看我们又被打回了原形，一贫如洗，穷的毛都没有一根了。自从上次地雷大战后，游戏就迎来了 0.9 版本大更新，所有玩家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。不过这次大更新保留了玩家的技能点跟人物属性，那就剩这一身腱子肉了，还是给我们留了点东西。这一身肌肉起码让我们比别的玩家身体素质更好更扛揍。正是因为我们上个版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健身练技能，导致我在这个服有很多遗憾还没有圆。所以这次我的目的是要把上个版本没问候过的老表都问候一遍。那简单的几分钟，新手四件套都做出来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车。新版本更新后，物资都是没被搜刮过的，资源很多的，所以我们要抢占时机，赶紧进城。哦，你跳下来啊！我受不了了，他这服丧尸绝对改了。之前都没这么多的，这身子都还没跑热，我们在野外就遇到了狮群，这服的丧尸倍数肯定改了。之前我们玩的时候在野外是碰不到这么多丧尸的，这服组又搞事情啊，又给游戏增加了难度，逼得我们没办法，只能选择跳河才逃过一劫。而且两个都被打成了大残，扒了衣服做绷带才救回一条小命。在野外碰到狮群，而且在没有枪的情况下，那真的是非常头疼的事。不过在城镇的话，给我一扇窗户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里有一台车啊，而且是有引擎的。起初我是没抱多大的希望，毕竟能找到带油又带电车的几率是非常小的。结果好极了，今天真的是欧皇开局啊，落地就碰到能直接开走的车，虽然少了个轮胎，但并不影响正常行驶，而且有车了，清理丧尸那就更简单了。残暴了！那这个城镇被我们地毯式的搜刮完了，搞了把小手枪直接给浪姐整上，他刚好有对应的弹夹。你不要看他四肢发达，其实头脑特别简单，把枪给他是专门保命的。当然我也不差了，搞了个大背包，一人还整了一套时装，算是已经摆脱逃荒阶段了。而且我们现在有车了，发育是非常快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服终于把地图功能开放了，现在有地图了，我是直接要起飞的节奏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离我们最近又非常肥的地方就是这里了，空军基地，就去那里吧。刚到这里就感受到一股死亡的气息，这还没进到基地的核心部分，在外面就已经有这么多丧尸了。不过这个服现在已经关闭了高达，相对于成堆的丧尸，高达其实更危险。没有了高达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开了的搞，先把丧尸全部聚集起来。Later. 看看，花了点时间把他们都给聚集了起来。你们数数这到底有多少只啊？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丧尸全部聚集起来，然后直接开车撞。但是嘛，我靠，差点翻了！这什么情况呀？没事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哎，你不要开枪，浪费子弹。这少个轮胎很容易打滑，我开远一点，把车速拉起来，不然这么撞很容易翻车。算了，你就别撞了呗。你换个地方搜不行吗？换个堆儿，反正在车里。啊！我靠！我操！不行，我头都撞晕了。飞起来！继续转圈！完了，精准的躺在这里，动不了了。好人吧，叫你不要转，非要转。
现在怎么弄呀？动都动不了了。没事，反正在车里死不了。哎，他们不跳上来，这车动不了了，搞不好了。哎，不能这么一直躺着，我得下去引一下上尸。因为少个轮胎，这个车非常容易打滑翻车，躺在这里都几分钟了，动都动不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下车勾引上尸，让他们躁动跑起来，这样才有机会把车掀起来。你先换座位，先去换座位。你车只要一翻起来，你马上开走。但是没翻过来，头着地了。没事，你等一下，等我再移一步。你这么一直挠车，不会把车给挠报废吗？不会，没事，这车上很安全。哎，起来了，翻起来了。那你快点走，把车开远一点。哦，你开这么远，我你不等下我？回来，你等我。我拉一下车速。你回来开慢一点，回来开慢一点，把速度放慢一点，我直接跳上去。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躺好。哎呦我的，别叫上去！哎，又被掀翻了，头都转晕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快没体力！你等我绕一圈。你等我绕一圈，我找个地方先停一下。你想一想，你人呢？我怎么看到你人了？看名字，我在大仓库这边。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个时机好，刚好。哎呀，我跟你打什么方向盘啊，姐？我没打方向盘，是他自己打滑溜过去的。放屁！我明明就看到你打了方向盘。那肯定是我没体力啊，跑不动了。哇，我还有机会，过来。完了，又打滑了。哼，我不挣扎了，你直接把车开走吧。那我不用过来了吗？你不用过来了，我活腻了，我想解脱了。哎，又翻了。哎，跑完把自己给彻底的玩死了，这下好了，直接给我复活到海边来了。不过算好，浪姐刚刚没有交代，车也是完好无损，而且离我也不是太远，等她过来接我吧。我本来打算在这个小镇边搜边等，不过看了下情况，这里的丧尸也不少，而且房屋的门都被打开了，应该有人来过，所以我还是……这荒郊野岭的，我一个人到处乱窜，很容易被嘎掉的。而且浪姐从空军基地过来的路程差不多得半个小时，等了二十几分钟，这个大波浪总算来了。而且浪姐这一路赶过来，还找到了汽车的前盖配件，车也加了点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装备被她捡回来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去找轮胎，没轮胎的话，我们这台车太容易出事故了。我知道有个地方出汽车配件的几率非常大，就去那里吧。这一路开过来，磕磕碰碰好多次，车都被干冒烟了，再倒腾的话马上就要报废了，所以我们把车查了起来，直接进城搜。这个城镇非常大，看看都能出些啥东西。
哎呦，今天这是啥情况？车库里找到一把拉栓式猎枪，关键这又给我整了台车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有点适应不了，主要是穷习惯了。这下给我们送这么多温暖，着实让我有点惊讶。现在两台车了，我可以变着花样玩了。人才看不懂我这操作了吧？为什么把车给拆成了轱辘？因为减重可以提高车速，而且这破铜烂铁的状态被人打劫了也不心疼。也正是因为我提前把车给拆了，导致接下来的遭遇完全应验了我的想法。我们在掰玉米的时候来情况了。哎，有车。哪里啊？或者听见有风的声音？我真的听到有车声，很远，声音很远。你不会是耳机戴久出现幻听了吧？我什么都没听见啊。我以为真的是耳机戴久了出现了幻听，在车上等了很久也没有听见车的动静。我刚准备放弃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结果事实证明我真的没有听错。叮叮叮，我说了有人你不相信吗？他也在掰玉米。看见正前面，怪不得我听不到车声音了，他就停在我们旁边。这人没枪，他慌了，上车都上错座位了。你放我下来，我直接开枪打他。现在哪有时间，直接撞他。哎，我撞到他没有啊？都没有碰撞声音啊。你把枪拿出来，把枪拿出来，找准时机。哎，不行，你这车上镜头太晃了，我感觉我都快晃吐了。早知道我来开车，你拿枪了。哎呀，这现在怎么换座位？这点时间人都跑不见了。哎，他为什么减速啊？哦，前面是河。开枪！开枪！开枪！哇，他这是坐在服务器上玩的吗？延迟这么好，我这都撞不到他。我也打不到，镜头太晃了。哇，他跑得好快，一下都不见了。就别追了吧，他也没枪，肯定也没什么东西。我要他车，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，我还放了他。追，必须追。关键你追不上呀。现在改了碰撞伤害的，他跑这么快，一直不减速的话，肯定会翻车的。我就不相信他不减速。哎，减速了！你知道什么才是快吗？弯道快才是真的快。开枪！这怎么都撞不到他呀？我们车报废了。谁能帮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四条腿的撞不赢两条腿的？我这是碰见了神仙吗？车撞报废也就算了，关键人就这么跑了。你别跑啊，你回来抽我两耳光也行啊。